去我复仇，没事，他也被我给骗了，都可以骗，敏到你这骗走啥？什路么了？意思？你俩什么意思？哦，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你俩你从是那加拿里大？是不是做对任务啊，来的？我在一块儿，你那是我加下拿去大，了，我你走要了。搬走是吧？我不是，啊啊，这边，我跟王爷走。我要去修复一艘摄像头。别！这秀才不怎么好人呢。王爷吸烟，王爷吸烟，铁甲小宝，王爷吸烟，耗子，耗子搬走。没人了，没人了。怎么会一个人都没有呢？全部都消失了。小宝，不，一起走。他俩凭什么一起走？不想住啊！你 OK，我你 OK，哇！你 OK，OK 不了一点 K，你 OK，铁甲小宝，你 OK，猴哥加拿大，不是？你怎么不刀人呢？OK，我在保安室看了一会儿，游戏结束了。人呐！老板，叫你吃你不吃。我给狼人擦屁股了，你我靠！我给狼人擦屁股了，我去他的！分牌。浩哥，真心换真心，哎、真心换真心。主人有没有？他怎么跟他叫主人啊？不知道呀、哎，我是。我们俩真心换真心，三二一。对啊，三二一，三二一，关了。复仇者，加。好，我测一下，怎么样？我来对个身份。哎，后边，我们对手身份，后哥，我们对个身份。好，我测一下。虽然我觉得可来我这儿，你去下边，你去下边，你去下边。有炸弹，哪来的？猴哥，哎，好，不，啊！我拍的零，费娜娜吃人了，全票打回费娜娜，费娜娜把七仔仔戳了，为什么娜娜也会？全票打回费娜娜，不啊！不发言，猴哥他当着我的面把苏苏刀了，然后把炸弹传给我了，我现在身上有个2秒的炸弹了，我要死了，全票打飞猴哥呀，先打飞猴哥吧，鹈鹕万一还能吃个狼呢，对吧，先打飞猴哥啊，但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有尸体的啊，打飞猴哥，不，你在说啥呀，不开饭用，这是用的是拉铃吧，要不然出鹈鹕，要不然出炸弹了啊！我明白了，是不是？是不是带刀的狼有尸体还能拍，是吧？先解报警人，就拉铃人，是吧？咱们先把这面吃的鹈鹕出了，好吧？好人不要分票，我是一个外置位单走牌，狼人你自己抿，要不猜一下，好吧？全票打回这个惠娜娜过。这轮出鹈鹕没问题，但是啊，不是专杀啊。不，
刚当时我以为不是把那个叔叔吃了了，你知道吧？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叔叔消失了，然后不身上好像有个炸弹，他要过来贴我啊。不是专杀，惠娜娜如果是鹈鹕的话，我们要先出鹈鹕吗？看你们啊，反正我想一想啊，现在如果是三狼一鹈鹕，游戏已经结束了，所以说我们这轮可以出鹈鹕啊。出完鹈鹕，来个人把这个布给刀了，好吧，过。18Z 是工程师，直接狙。机票。嗯，那就去，过。啊？完了，游戏结束了。妈妈，救命！外面全是坏人。游戏结束。哇，躲起来，没好人了，没好人了。保佑，身边有人，身边猴哥来接炸弹，猴哥。炸死自己没问题。八，太医。太医，咱俩打个配合，你去送我刀人走。你是什么？复仇还是正义啊？复仇，你赶紧来！我是正义啊！我是正义，我们俩都走。那我们再找一个，再找一个。你先告诉，别，不找了，不找了。你先告诉我哪三个人是狼人，哪三个人是狼人？王爷、宝公公和布已经炸死了。OK， 还有那个会炸的。你不吃狼，我跟你说，你赢不了。你吃狼，我不知道谁是狼呀。你得吃狼人，王爷和宝公公。王爷和宝公公。OK OK。你有刀吗？有刀，他找死。哎，你下。你去吃他。哎，我身上有炸弹，惠娜娜。哎，我身上有炸弹。我们都不。没事，哎呀，我知道呀，我知道呀，我知道呀。哦，没事，猴哥，我走前，我走前，猴哥，不用走前，前面有尸体，直接拍景。OK， 我操，真反转啊！这也行，那只剩宝公公这个炸弹狼了。前面打败宝公公，哎，吃了个炸弹，哎呀，漂亮！王爷，你。多老啊过了。嗯，不对，我觉得宝公公挺好的，我不投宝公公，过了。开玩笑，投宝公公，哇，这反转，这是什么九转大肠，这终极反转。没想到这居然能打赢了。我的天，这鹈鹕是好鹈鹕啊，猴哥哈。过了。怪我了，我捞了他，哎呀，我应该直接报警的。好刺激！他们三狼怎么都死了的呢？花公公，为什么？因为不，因为不被炸死了，王爷被我刀了。哦，不被炸死了，王爷被你刀了。啊，他们想双刀，但是宝公公是炸弹狼，王爷被我刀了。哦，这反转都有的啊，猴你是可以，在忘关头的工程师，我去你的！哎呀，太反转了呀！我去你的！我挺好的，真的，警长双打，最后好的赢了。本来出就天赋的，秀才哥，我还让你，我的天哪，太感动了！哇，出就天赋哦，警长加加拿大，再加那个，再加炸弹狼。真心换真心，是主人吗，猴哥？你走吧，我没有，我养不起你。啊、我好的，猴哥，拜拜，猴哥，猴哥你保重。太医是秃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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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我摇铃。猴哥真心。
真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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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了，孙悟空不是什么好人啊！我跟王爷，王爷对不对？果号指铁好人，广播任务我做。你有真心，我知道。叽叽叽。你为什么知道我有真心？你上把真心了呀。好，三二一。啊。先远一点，先远。三二一。复仇者。啥？你又复仇者。你是啥？幸亏我流星眼。他说他是观鸟吗？好带，好吧，好带。至于我为什么把他一刀了，知道的人都知道，对不对？然后的话，好像是观鸟者呀。鹈鹕啊，我这边反正就只有这点信息。然后秀才，别猜我，好吧，我真的是个好带啊，我过。好带，刀太一，没理由啊。理由呢？之前不是猴哥搁那说耗子是秃鹫吗？为啥不刀耗子啊？刀太一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现场情况，好吧？嗯，你们可以说一下，因为外置位死了两个。你们报警的时候，我跟猴哥在医疗室上面真心换真心，但是我留了个心眼，不好意思，猴哥。哇！呜呜发言，我是第一个被西恩吃进去的，然后我在放歌，我没有看到是谁刀了西恩，但是这个太医怎么死的，我不知道。啊，王爷意思是有个好带把太医刀了，那为什么刀太医呢？然后我刚刚是出生，然后我看到耗子他一个人往饭堂走，我想偷偷跟过去看他干什么，还遇到了十八 Z， 我的信息就这么多了。西恩是个鹈鹕走的，过。OK， 十八 Z 发言很关键。很关键，西恩姐是鹈鹕走的，为什么？我刚才回头看，不也不对，好吧？人家都往那个饭堂去，那个我是一张外置位单走牌嘛，我是看清楚自己底牌的情况下，我知道我敢单走，对是不对？是不是？我是张单走牌，但是你你为什么不去饭堂？你为什么要走来保安室监狱这一块？你为什么？啊，我问你的情况，而且你说话的时候我感觉力度特别的小，好吧，然后我就回头出去看一下步步和仙，我以为他们是双狼你知道吗，然后诶我看到步步不见了，我追去饭堂的时候诶就看到西恩姐，那步步就没了，是不是？我就说诶西恩姐可能把步步吃了，对是不对？因为我没有汤到尸体啊，对吧？啊，反正这步步不对啊，肯定不对，铁不对的，好人不会往这边走的哈，我已知自己什么牌的情况下啊，这步步肯定是有问题啊，过。本来是不知道归谁，但是那十八 Z 既然死踩那个步，那这轮我们就把这个焦点交给他俩。然后苏苏给我报了个身份，他说他两个字我没听清，他好像说他是船长，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他给我报了个船长，我觉得这人也不是什么好人啊，所以那我们小听一首秀才发言完事儿。考虑投一手步怎么样？但是啊，王爷，你说这刀是好刀，其实我也不是那么特别相信啊，因为太……那仙姐是谁刀的？我也没看清。有个好带，王爷挑了个好带出来嘛。船长带了一把火刀，但步这个单子我也没想明白啊，他自己就往左边那边跑了。可听秀才哥归票啊，过。耗子发言。我复活了过后，我是去了保安室，在保安室做了一个队长接任务，去了桥梁说了句话，然后我到储物间看到你们，所以说你们发生了啥知道，但是可能步跟下来来找我，但是我那时候已经做完保安室的任务走了，但是我不保步有可能他是个坏坏想过打我啊，过。OK， 小宝发言啊，我这边我也是一张单走牌，我这边在孵化室复活，然后绕了一大圈，这么多单走牌。当我快要进入娱乐室的时候，我看到了苏苏、小狼狗和孙悟空啊、猴哥他们一起往那个船员宿舍这个方向走了，对吧？那他们肯定是不在这个现场的。然后在现场的时候，有人说西恩啊，他吃人了，然后有人就把西恩刀掉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太医从这个食堂这边走了过来，唰，有人就把太医给刀掉了。然后在有人刀完太医之后，哎，有人才把那个鸡腿炫进去的啊。
所以在我的视角里面啊，就是太医肯定不是那个秃鹫，因为我看到是先有了太医的鸡腿，然后右边那个西恩的鸡腿才消失的，好吧？然后我觉得啊，王爷这个牌他要么啊是一个好，要么就是一个狼啊。我是想的是这把，我觉得焦点位是在王爷、布和十八 Z 这边，好吧？但是秀才被呛了，我就不知道了。其实可气啊！如果王爷你想证明自己的身份呢，你去找布和十八 Z， 怎么样？啊，我给惠娜娜鬼票，我了。嗯，但是我觉得这轮不可气，因为鹈鹕走了。太医如果说不是秃鹫的话，要么狼，要么是个好人，对吧？那场上剩多少狼不知道。秀才哥又被谁猜了？布布是在肚子里面，然后十八 Z 是起跳直接打布布布，然后我觉得这个力度听感上来说的话是可以的，我想归布布布过。好吧。那就不发言也确实不行。懂我呀，那可以归，我可以归，完全可归可归，懂我懂可归。他不对，他铁不对。秀才哥怎么被可以枪了呀？他铁不对。秀才哥是狼，开了我。我工程师单走吧，他是啥单走？他如果是加拿大被吃了，真的没有了。我的妈呀！不是，他如果是加拿大被鹈鹕吃了不报警，那他什么单走嘛？是不是？啊，我工程官鸟，我都敢单走啊！结束了，你个屁人，你单走的吗？你单走干什么嘛？就是啊，猪学的，猪学的，单走猪学的，单走。我以后我以后啥我都单走，我有啥我都单走，啥都单走呀，啥都单走，第一单走工程。对，现在就是。这把我想快点死。嗯，猴哥，你不对劲，猴哥，你干嘛？你们干嘛？猴哥，你们干嘛？不去放的，你敢干嘛？为什么在这儿？猴哥，说话，开麦，猴哥。什么东西？布布发太医跟小宝进了那个医疗室，小宝是太医刀的，然后我往左走，耗子的鸡腿躺在保安室门口，不知道是谁刀的，反正就是一个看得到的鸡腿，但是太医铁可以出，我看到他跟小宝是进了医疗室的，全票打飞太医过。那你布布报警位跳踩太医，然后布布上来就说：“哎，我单走去了。”嗯，就很快吧，这 CD 很快，也有可能是那肯定铁铁小宝也倒，耗子也倒。你拍那你说，太医和小宝走了，耗子你找拍的是耗子的尸体，那说明当时场上的话，应该我感觉是双狼动双刀了，对吧？那你只点踩了太医，那你布布太医一刀两个嘛，没有忍者吧？你是说太医和小宝走了呀？那耗子咋拍的是耗子的尸体啊？你会不会是刀到耗子加拿大了呀？双狼动双刀，你抛弃了你的狼队友太医？我要听太医怎么说啊？过。是这样的啊，太医和布布布他俩，我是单走牌嘛。我走到这个医疗室的左边的时候，我碰到了太医和布布布。太医跟我说：“猴哥，你不对劲儿。”完事儿我就敲空格。我就太医说然后步步步就下去了。步步步下去那一瞬间拍景了，然后步步步说太医刀的人，那全票打飞步步步。太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狼的情况下啊，那步步步肯定是铁狼，因为太医根本没刀人，他就搁我旁边呢，他很害怕啊。这轮全票打飞步步步，铁狼一个刀加拿大鹅了，过。OK， 七仔发现七仔在这把我在哪个传音宿舍可以保三张牌吧，十八 Z 还有惠娜娜仙姐这几张牌都是在饭堂的，然后听猴哥这么聊的话，那就打飞步步步呗，还是想听听太医怎么聊的，好吧，秀才哥好
这里是秀才发言。首先我跟西恩复活在一起，然后我们从这个电机室一直走到了武器室，然后我就从武器室想去通讯室因为我在通讯室有个任务我想去做结果我就听见西恩在后边喊是他该他当我呀，然后就报警了很快但是我觉得不这个踩的18Z 发言很好，他说的是你既然踩太医和宝公公一起走，那你应该抱的是宝公公的尸体啊，但是耗子的尸体你拍的情况下你为什么没有踩到人呢，对不对？而且猴哥的证词是说什么看到你不下去了之后马上拍警，对不对？那你应该踩猴哥呀，因为你们两个交汇了呀，对不对？你应该去踩猴哥，但你没有，那也就是说什么你不刀了加拿大鹅，对是不对？这个逻辑很正了吧？我只能保王，十八 Z 没动这刀，然后娱乐室应该是还有七仔仔吧？七仔仔能保仙姐的话，仙姐应该是在右边吧？我这边没有看到，那仙姐可以归个票。然后千彩一下苏苏吧，他来这个娱乐室的时候也没发言，然后好像就直接走了。我这边过。王爷这边发言啊，那个布布肯定看错了，他虽然报的是耗子尸体，但是说的是小宝是被那个什么那个太医什么的，这边的话其实我觉得布布也是聊爆了啊。首先一个铁甲小宝是跟我区队身份的啊，然后我知道谁是通灵，他报自己是通灵，我直接把他一刀给嘎了，好吧，我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因为如果你们不用去猜我是狼，好吧，如果我是狼的话我没必要说这件事情，因为你们前置位没有一个人提到这件事情，对不对？后置位的话看还有没有，就是说有没有人去捞布布一手的，因为会长呢，我就在娱乐室，我在娱乐室台球桌。王也没发言之前，我在想哈，如果十八岁猴哥、太医他们都能在那个有点互保的话，不是当着很多人的面说他出去单走了。然后呢，我在想不是怎么可以一个人刀两个的，对吧？那王也已经跳出来了，说他刀了那个宝公公。但其实我还是更愿意相信猴哥跟太医开问题，因为太医没有来过那个娱乐室，猴哥也没来过娱乐室，十八 Z 他是来了娱乐室的。然后呢，十八 Z 也是听到了不说他是外置位单走，他单走去了，他给十八 Z 说了很多遍，我听到了，十八 Z 你肯定也是听到了的。但其实十八 Z 你踩不的点你完全没有聊啊，你自己也聊了，不说了他是外置位出去单走了，你为什么不去盘不是那个加拿大？我觉得三狼爆了，就是太医、猴哥、十八 Z 全点错了，今天晚上全票打飞，不是刀到了耗子这个加拿大，宝公公是王爷刀的，王爷是已经跳出来被狙死了，先不管王爷怎么样，不刀到耗子这个加拿大肯定是得出不，还有猴哥我跟你对话一下，如果我有刀或者我是提活，你是不是得死？我跟不肯定是队友，你肯定得干，然后留点时间给仙姐过。出不我跟秀才哥过来的时候，秀才哥应该看到了不和那个耗子骑着鱼往上面走的，对吧？这你都不记得了吗？不是秀才哥，我说的感觉应该我们俩说的应该都一样的点吧，这苏苏说啥呢？苏哎呦，好人带刀把苏苏他是老人呢，你说他说什么呢？我拉个啥呀，来换长领刀，我是跟你说的在说啥呢？这苏苏是吧？这苏苏在说啥？刚他看走就一定加拿大吗？我去，往下走是吧？对，信不了他一点，他不去，好，对是不对？他不去，我们就走。是坏人，你是不是刚刚我是刚刚是不是？你是不是秃鹫？仙姐是站哪的呀？我不是，我是秃鹫。你当时已经过来了，猴哥。仔仔说能保仙。我在右边，我对着秀才哥。他在右边。Okay, 我在门口啊， okay, 就拍了。这叔叔鬼死，我跟你讲，哎。叔叔呢？他不来了。秀才哥、猴哥应该都不敢来的。不来了。我跟你说，我这发言够正了吧？对不对？正，没毛病，没毛病的。我这发言正的鸭皮啊！你们没刀吗？出去找找找他！哎，苏走，苏苏在右手边，右边，这边，上去了吗？上去了吗？全票打飞西恩，面刀啊！西恩刀了18Z，他以为我们全部都下来了。然后回手掏了一个人啊，把这个十八代给刀了，以为我没有看见啊。
西恩应该是苏苏的队友啊，西恩是狼，苏苏是狼，那就是双狼，剩下一鹈鹕我目前不知道是谁啊，过。OK， 七点发言，我跟着大部队，我站一号位，我不知道后面什么情况啊。那个苏苏跟西恩姐双狼呗，加上个布布，还剩个鹈鹕嘛，过。那就全票打飞西恩。西恩刀十八 Z， 我不是很认可的，对不对？他但凡刀个猴哥十八 Z 以外的人，他讲一个逻辑我都能信。但是他刀的是十八 Z， 那他就是罪不可赦。过，罪不可赦。但是第一轮的话，西恩姐是跟秀才哥在一块儿。不，秀才哥没有倒牌。他没倒牌是因为他跑。先讲不是白票，前踩一下秀才哥。过。哎呦，我不知道上龙可能是我鱼了，我不敢去，因为我的视野里面十八 Z 猴哥太一三个狼，我不敢往实验室那边，我不敢往娱乐室那边去，好吧？因为没有，因为那十八 Z， 上一轮那个就是他第一时间说什么，他说不出去单走了什么什么的，然后呢，不是在很多人的面前说过他出去单走了，我觉得十八 Z 没有必要把这一点点出来，我就感觉十八 Z 有点像地话，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不是那个加拿大，然后按照你们的信息，太医跟猴哥都没有来过，对吧？我就觉得你们有可能三个狼了，那我盘错了，那就得是西恩跟秀才哥两个狼。为什么？因为上一轮在那个娱乐室的时候，西恩跟秀才哥是一起从那个电机室到武器房然后下来的。如果我盘错了，十八 Z 猴哥太医不是那三个狼的话，那就是西恩跟秀才哥了，然后还得有个深水狼。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还有个鹈鹕，先出谁啊？太乙龟吧，过。苏苏，你如果是好人的话，你就不用，你就跟着猴哥啊，跟那个投票就行，跟着猴哥跟着我就行。还是那句话，猴哥，当时我跟你独处，如果我是步步的队友，猴哥你是不是没了？反之同理，如果你是步步的队友，那么我也没了。所以猴哥，我是挺相信你的。既然猴哥说西恩姐灭刀，那这把我们一把盘一把，先快拿纸头归西恩姐，然后等一下好人饭堂集合，一起聊一聊啊。苏，不要封票，好人不要封票。然后对，投西恩姐过来，西恩姐你放一把。苏七个票呗。不，祝大哥加油。我去你的！还有三个坏坏，猴哥，你还认不下我吗？猴哥，我不动啊！我不动，我不动，认不下的一张牌。我跟你说，灰娜娜在。谁傻了？怎么没人啊？三票，那也就是说鹈鹕还在。我哥七仔仔好不了一点。我跟你说，在我这儿啊，七仔仔有问题的只有七仔仔还有慧娜娜了，因为他踩我。第一天我是直接踩死步的，然后我还不是我们俩去灭火。走。我哥，你对于他们说西恩姐跟秀才是双狼这个说法你怎么看？我不太清楚，目前我不太清楚，我现在只能铁认。咱俩肯定是好人啊，咱俩肯定是好人。你来，你面。我面。这七仔仔确实不是那么很像回事啊。好面，上面。哦。啊？啊？太医，太医瞎了吗？太医。太医。他在干嘛？那他追的很，七仔仔是提火，七仔仔是提，哇操啦，都没拼过，七仔，说七仔仔是提火，刀他，得灭火呀，别追我，别做，让狼赢，别让提火，苏，好难受，苏，他是提火，他是提火。太有道理了，苏苏，应该早一点动刀了，动了三张机票了。哎，怎么苏苏了？他是鹈鹕，你好像在想我手太爷。啊？怎么两个鹈鹕啊？
你是神王，上个厕所，你比我敢行啊！上个厕所，来两那么有兄弟肯定问了，上厕所